怎么样把台湾的文化的这个能量哈、去提升嘛哈。啊，提升很重要的方法是要三感嘛，就是一定要有历史感嘛，第二个要有国际感嘛，第三个要有价值感嘛，这个策略上这三感哈，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创造力嘛，是吧？你一定是要从传统，从你的历史哈的元素里面，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哈的最重要价值，包括自由哈跟民主。这些元素能够融合起来去创造一个能够跟国际接轨又能够展现台湾文化特色的所以这个是持续不断的努力嘛。